过爸爸啊，你要考试理由。好，我怎样。进去啊！好。哎呀，你呀，爸，你别烦恼。阿婆甲冠军去找人斗三工啊！你爱坚持呢，千万别放手啊！我知呀，我知影啦。不要啊！我甲你讲哦，你即摆目睭还袂复原，你唔通我啦，你危险之灾嘛！你等我，我即摆过来找你。不要啊！不用啊！你不要紧啦，无啦，不用。啊，爸，我无代志。你唔通过来啦，你唔通过来，危险，你听有无？哎呦，不用啊！我即摆来找你，好。好啦，你较细腻啊，你安尼看袂着啊，你足危险的，你知嘛？不手就别放手，我不可能放手。杜叔哥还教你做伙搬落去，我嘛别放手。不要！你给我坚持些。妈，啊那刚才你一个人哦？是啊，妈，啊哥有跟两个囡仔嘞。您约看麦，今仔日吼上来看您哥哥。看妈这么神秘，搁这么欢喜的表情，就表示讲来看哥哥这人哦，一定是咱料想未到的人。料想未到的人，是啥啊？刚刚是爸，无可能啊，伊就有讲过，伊绝对袂来啊。就是您爸爸。哈？真是哦，爸已经来看哥啊。对啊。今晚吼，因两个大人，两个囡仔去楼顶看风景，也足好呀。我一定足希望爸会当原谅哥会过去，啊，咱一家伙啊，像较早安尼同款，快快乐乐。所以讲啊，你嘛知影，我上欢喜的就是吼，恁爸爸甲恁哥哥两个人好好。我们在想讲，紧甲去水果吼切切嘞，等下因来就应该食。冠军啊，阿婆，恁两个要大大讲啊！阿公，还佮维扬哥哥，恁两个人是安怎是无？阿公伊无落去啊！维扬哥哥无，他要去休息看爸爸。哎呀！不要！你卖个坚持啊！那你放手好无啦？我可能放手啊！爸，咱绝对袂放弃，绝对袂放弃！哎呦，不要！你好心要你放手啦！爸爸已经吃到这个胃酸不够啊啦！你还够少年的哦，你的前途还够足光明，你放手！阿哥，你黑啊！爸！
来来来，这里哦，这里。爸，爸，你玩闹吧。我不玩闹了。阿弟呢？我无代志啊，我家仔，大家拢无代志，大家平安就好啊。有想要食啥无？拢会用的啊。啊，不过我想讲，想要来做 SPA 呢。刚没是因为今仔日面试迄个夏之雪小姐有关系啊？是啊，看到伊对这夏之雪真系有热情，我就想讲，我若摕咱的精油来做 SPA， 一定就享受的。我看哦，你拢叫伊洗脑去啊！咱即摆丽翠堂甲 SPA 合作，不参就进前遐尼好。过去因为百姓拢用咱的产品。现在存不到三成。阿明，我怎会感觉你对这个邱小姐感觉真特别呢？我哪有啊？哪无？你对伊特别严格，特别无客气。是啊，好佳哉，迄个邱小姐嘛不是很简单就互对付的，佮你安尼一句来一句去，真正就精彩嘞。我看阿明佮邱小姐根本就是同一款人。拢讲话这样巧，这样冷静，啊，今仔日恁来对话，我相信公司以后一定就努力的。是安怎？看我先问是安怎？你恁逐天找人 PK 啊？拜托的啊，我才无迄兴趣嘞。伊上好是哦，莫阁甲我了麻烦啊。恐到袂输人，真正甲伊了过麻烦的。伊哦，非得啊，我希望伊会当好好做代志，若无。我绝对袂让伊好面色看。我看你也是讨厌比佫较巧的人啊。那是你讲的哦，伊确实是真巧啦。啊，不过佮你比起来，还是差真多。你是安尼讲对无？伊若是真正像佮伊讲的这么有能力，这么有理想，我想伊应该好好证明给大家看。阿明。有一点哦，你真正爱向邱小姐好好学习。啊，伊是倒一点赢过我？你哦，做人真调直，啊，佫真了故意，莫生足烦恼的，以后甚物六十万囡仔。妈，这讲起哦是咱唔对，咱好好反省。因为哦，咱爸将阿平收济时间啊，伊拢无空间会当去六十万囡仔。阿伯，莫讲阿姐对你不好，无阿姐替你办联谊，你看安怎？真无需要嘞，无聊。好啦，看你安尼面红红啊，莫甲伊讲生气。妈，走，来吃饭。你也会脸红啊。梅瑶，啊，你的目睭有对人无爽快无？爸，我无代志啦。这里休困者，哦。哦，是。爸，梅瑶，啊，你是要创啥？我要啉茶哦。爸，不要紧，我客气来多，你坐啊。惊着啊！提醒一下，爸，
我的心不好，连一杯茶都冇听过，何里点？是的，爸，请您的。 我会的亲像帮我，你们的，这拢是我跟你妈妈跟你相判的。妈，你莫安尼讲，是你干妈受过爱我，你给我遐尼好的环境，给我读遐济册，养过我，煞袂晓想。 连做人做事，上基本的道理我都唔知啊。为着利益、地位，我暗看我的良心，伤害真侪人，让你干妈无面子，我会让你为我承担遐尼济代志。是嘞，是我让你失望。 我一直认为你是我国家上骄傲的后生呢，哪会知影最后变成这样呢？这就是我出嫁了，唔敢回你厝里，无论我婚礼，唔敢跟你坐讲道，我就是惊有过一届，互你伤心，有过一届。 你是足了解爸爸的，虽然我唔敢见你，也袂伫我心内，我真正就感激你，我真对不起你，也唔过，我真正想要互你知影，我已经悔改啊。 真正不是较早迄个无人性的高文扬，其实我早就知影你已经改变了，也毋过我常常伫遐想，我想有啥物事要来教示你呢？人常常伫咧讲人，生囝是真简单。 嫁嫁才是师傅，我含慢嫁嫁，我才造成互你做唔到代志。爸，你千万唔通安尼讲。你啊，你做细汉哦，是互爸爸上无烦恼的人，因为你逐项代志拢是爱第一名。 是足放心的啊！爸爸一直认为讲，你后摆成就绝对是比我较好，绝对比我较有出头。是的，是的，我让你失望啊。 爸爸迄东西，一直认为讲，只要我好好啊赚钱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所以我一直伫外口伫无用伫咧打拼，其实唔对啊。
办的养生礼，对钱看了足重的，互你一直认为讲，只要有钱，都是成功。最后，因为钱，甲着成功，你是安尼不择手段来伤害别人，这，爸。我真正知影，我做唔到。我也是有问题。我袂用因为工课来守护着家庭，因为趁钱无去注意到你的教育。我知影迄东西，看你安尼一步一步伫咧行唔对时阵，你敢知影我心偌痛？我是伫我自责的，我忽然就伫你的身躯顶看到我影子，我含万家境，我无好好啊教育你。你卖自责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辜负你的期望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无希望你原谅我，也毋过，爸，我真正就打拼，我想要改变我家己，我真正想要让你知影。我已经不是刚才那个我，其实这件事情，你妈妈跟文琪早就已经跟我讲过了，伊嘛有在讲，你出家了后帮助足多人，爸爸妈知影你改变，我足安慰的。爸，不要，我也是袂当安尼特地来原谅你，因为我惊伊讲你毋是特地要悔改，我惊你再度让我伤心，让我失望。我知啊。我拢知啊，袂啊！我才伫楼顶，我看你安尼无顾着家己的危险，走来救我，我就知影讲，一直都是我上骄傲的好事。你的目睭大，就是好娘，你绝对袂用哭。爸，你都没有原谅我，原谅你，原谅你都等于原谅我家己啦。准你考，麦考，我麦考，不要，也够了。出后吼，你绝对袂用你，我做出好稳当的欢乐的代志。参照杜家讲的，阿你目睭都还袂复原呢。你安尼无顾着危险，走来救我，啊那有安怎样？
你敢知影，大家一定烦恼，大家敢会伤心死？爸，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袂让大家过为我烦恼。安尼就好，安尼就好。恁敢知影？我看到恁爸仔行好好，我是足欢喜，我足欢喜的。当地讲，家和万事兴，我相信咱到以后会愈来愈好，愈来愈旺。我等你找伊，爸爸在厝边等你，爸爸在厝边等你回来。阿叔哥，你原来这么对你的感情，你就知影，踮在我的身躯边，绝对比踮在狗奶身躯边更加幸福，更加快乐。我告你，我告你，我只是因为爱你，才去干我的。就是你今晚跟我谈心，我打嘛是干嘛？我已经答应你，我们要爱你一世人。结果却做不到，甚至是无法度保护你。阿舅为着要等下你的身躯边，受着偌济痛苦的，搁有折磨。重新考虑，继续跟阿姊写了你无写了的故事。我并无实现我的承诺，你以为我付出遐尼多，我啥啥物拢唔知影，阿尼我亏欠你太济啊！我知影，你会当甲之前同款。甲真美幸福快乐过日子，莫因为我出现去影响着你即卖生活。对啊，小美。没有，我会永远甲你放伫我心肝内上深的所在，点点的祝福你。
我想要你幸福，结果我给你的雪给人有伤害，爱愈侪伤害愈深。未来的路，我今日来帮你讲到一个人，谁人会变成安尼？我忘乎我家己，我真正是忘乎我家己。我会当改变啥？我什么都无法度改变啊！你伫倒位？我拄好要去市府送货。哦，迄边哦，附近啊有一家烤地瓜足好食，你敢袂当顺续替我买转来？好啊，我回送完了，我落去庙里食。嗯，那安尼哦，我等你哦。绝对使命必达。嗯，拜拜。文龙不是讲去超市送货，想做电话内面听起来风尽头，还佫敢那有海燕的声，也是因为拄仔好伫开车的关系，所以风特别透。袂呢，真袂佫伫等我，我袂当安尼继续失志落去，我已经够有小平安。绝对袂当辜负真美。几点啊？文龙奈到今嘛袂回来，敢讲文龙去找小平？喂，文龙唔是迄款会三心两意的人。啊，不过过去文龙甲小平分开过七年，伊嘛从来无甲小平放袂记。我甲文龙就是才开始谈恋爱嘛，才要一年。一年的感情，是要安怎甲一百年的感情比？我到底要安怎做，才我都甲文龙留伫我的身躯边？还是讲我应该放手，予文龙照伊的心意，去甲伊甲伊的人做伙？真美，对，文龙，歹势嘞，我咧等遮尼久。巴肚已经都养好，除了你交代的烤地瓜以外，我嘛买你上爱食的臭豆腐，来，你来吃。你敢知影？我为着要买这你上爱食的臭豆腐啊，排队是排偌久嘞？啊，不过我若想到讲，见排你食这臭豆腐，迄种幸福满足的表情，我都感觉排偌久拢有价值。多谢你对我遐好，我无对你好，袂对谁好，啊？一定是我想太多，其实文龙对我也是甲较早同款，拢无改变。去吃。啊你嘞？你无要陪我出去吃？嗯，我无闲规工啊，规身躯哦，臭汗顺面才硬硬安尼，我先去洗洗身躯嘞，我出来才陪你啊，哪里哦？我等你洗好，咱再做回家。哎，那你也不是不知啊，
吵到我就在探小姐，安尼才会锁，才会找啊，对唔？而且，这个盘开敢忍会掉？到时阵哦，嘴软到个毛毛死的。为了等你，我一定爱忍耐。好啊，这是你讲的哦，唔通偷听嘞。我一定会等你。好，我先洗下身躯啊。前两天都有我吃完，趁现在文龙还在洗身躯，先来超市买一个。文龙的鞋啊，哪有这么多沙？这敢那是海边的沙？你是跟文龙讲电话的时阵，我嘛有听到那边风轻头，敢讲文龙是去海边啊？文龙会去海边啊？一定是受到小平，可见文龙也是把都给小平放袂记。真美，真美，文龙，你伫遐创啥？无啦，我是讲，身躯洗好出来了后，无看你伫客厅，我廖准讲是毋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好啦，闹啥物代志？我去买辣椒酱，去黑臭豆腐呀。啊，是安尼哦。廖准讲你是？好啦，廖准讲，我不告而别。嗯。我哪不告而别？你还算？啊！你真正要不告而别啊？嗯。对我敢会想过残忍？迄嘛要看你的表。你上爱食的无敌好吃臭豆腐，来。嗯。来，啊，哦，哦，听无？文龙，嗯，我问你哦，今日啊，我打电话给你的时阵，你是伫咧倒位上会？嗯，哦，我刚刚有听到你那边风真大，你是去倒位啊？啊。那都无闲，我去导游我袂记啊。啊，外口是风真大，无唔对啦。去真侪所在，我嘛袂记迄阵我伫倒啊。哦，哎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哎，文龙也是唔肯讲实话，这是不是代表伊心虚？真袂实嘞，我唔是超工要甲你讲白贼嘞，我是惊你若知影我走去海边，你会袂难受。文龙，你的心敢要搁伫我遮？
你吃。高文静，你涉嫌更改食品有效期限，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、22第二款行政罚和第49第二项刑罚，已裁定新台币50万元交保，公司勒令停业，并限制出境出海。文静，我交保办好啊，啊检察官安怎讲？就忝，无想讲这啦，咱先转啦。好啊，你无转再讲。美雪，停车场在遐，你要去倒啊？咱去路口砸客人车啊。砸客人车？啊，咱的车嘞？啊，都，我甲车袂掉啊。袂掉啊！你那游泳把咱车袂掉啦！我嘛无法度啊！我失去装钱拢借无钱，为着顺利把你报出来，我嘛只好先安尼做啊！哼！唉，煞煞气啦！无啊，啥物拢无啊，啥物拢无剩啊啦！文清，你那是什么骂哦？你都骂出来吧，紧啊！你卖忍嘛。若不是我去更改日期，未过期料理包，咱公司嘛袂去让恁停业。什么人怪你啦？是我想过小摊啊啦，把公司所有资金摕去投资新的生产线，害公司周转不灵，唔再害你想到更改日期。公司今仔日变甲安尼，我家己嘛有责任啊。不是啊，这件代志是我逼你做的，一开始你冇阻止我。啊，不过最后我也是答应你啊。文静，敏秀啊，这摆讲的志向是唔对，迄拢无路用啊。文静，我知我这摆讲什么拢无路用。我感觉我真对不起你，但我所做的一切拢是为着你好。我无想要看到你辛苦拼出来的事业，就安尼无去，就安尼毁掉去。所以我唔才想出这样歹势的个代志，把咱公司害得这样凄惨的。我今麦真正做后悔。啥啥去？阿妈讲了不对，咱袂过期的料理包。全台湾的电视台拢在播，大家拢在怪啦。就算讲咱去求神拜佛，神明嘛要甲咱斗保庇。啊，我本来想讲哦，夜妈做时阵肯定叫卡啦。啊，我拄只检察官甲我讲遐话了哦，我想着阿妈甲我算较准准准，就算讲哦，我要跟恁叫卡。啊！不过妈祖会叫，站在我的面头前，也是在洗饭头，不会给俺弄。我人生真正是我自己毁掉的啦。袂啦，你也不是毋捌失败过啊。顶下我会用替你甲阿锦赛了，你帮我做起来。我相信这届嘛一定会赢的啊。这届无同款啊，这届啊新闻报较大。台湾大家拢有新的新闻，这件代志啊。大家真紧就会放袂记啊！你莫烦恼。虽然这件代志，大家会放袂记，啊，不过法院哦，袂甲我放袂记啊。对啦，啊，检察官安怎讲？佫会当讲啥？伊就讲哦，我会常常行法院啊，佫会去用限制出境，嘛有可能会去用抓入去关啊。抓入要关？啊，是要关偌久？差不多关一年啊。一年？啊，
你敢确定会用抓关的？我唔是律师，唔捌法律啊，哪有法度确定啊？那呢，咱就去请律师啊。啊，即摆哪有钱去请律师啦？无钱请律师，那文静，咱去拜托高文扬啊。文扬。哎，即阵啊，唔是太真侪人处理关系，无听到，伊应该咧斗相共啊。讲到文扬哦，伊确实是真厉害啦。啊，不过进前为了关关的代志，我对伊真无客气的。伊敢要甲我斗相共？放心啦，你甲伊是这辈兄弟，伊一定甲你斗相共的。干咩？会啦会啦，即间哦，死马要当作活马医，咱绝对袂再来跟你放弃啊！行，来找伊啊！好姐，多谢你嘞，我无代志啊，你较早回去休困嘞。我嘛无代志啦，也是我替你倒一杯茶。多谢。关哥来。啊，我真正足期待哦，你重见光明的那天啦。你大家对我这么关心，我已经真感恩啊。是啊，看到阿伯重新接受你哦，真正就替恁欢喜的啦。这一天我已经等真久啊，若是无得得到阮爸爸的谅解，我真正无这个勇气，回去面对我厝里的人。对啦，讲到回去厝的，暗时哦，领导的人不是叫你回去吃饭，因要替你庆祝手术成功啊。是啊。你这么久没回去啊，心里一定很欢喜的哦。不只是欢喜，我还很期待，因为我已经很久很久没跟家里的人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。文扬哥，是怎样？之前我有机会跟我们家里的人坐下来吃饭时，就算坐同桌也不会通过，所以今晚我真期待。我相信恁厝里的人吼，一定嘛真期待啦。文扬哥，甲你做一个便所好无？哎，这不就只有你跟我而已，你心头跟我那么怕呢？是怎样啦？我刚才有听到什么声，所以我抓准这里面有人了。哦，我来接。喂？稍等一下，柜台人员讲高文静甲陈明秀要来啊，你敢要让伊起来？文静甲明秀，因两个人哦来找你，一定无好代志啦。我看直接赶因走好啊。不要紧啦，让伊起来。好啦，麻烦你让伊起来，多谢。
文姐，明秀啊，你来坐啦。啊对，文秀啊，我听厝内人讲，有人管眼角膜你，而且手术骨折成功，我这才给你恭喜啊。对啦，我甲文静吼，拢替你感觉足欢喜。多谢恁啊！啊，唔知恁今日来找我有啥物代志啊？大家拢家己人啊，有啥物话直接讲就好。对啦，家己人啊，请讲。是啊，文静啊，今仔来吼，是有代志要拜托你斗相共的。我咧想，应该是过期的食品，恁改日期的代志对无？是啊。文勇，这届吼，你一定要甲阮斗相共，拜托你，因为阮真正吼已经想无办法啦。恁搁有啥物平安无恙去甲你斗相共啊？啊，连这种乌心钱哦，你也要赚，要怪就怪恁家己。无恙哥啊，甲你讲啦，像高文清这种人哦，一定要得到教训才会乖。你若甲斗相共，无予伊来去乖，一定都会危害社会啦。你着卖插伊。讲这是啥物话啊？拄只文勇讲哦，阮是家己人，家己人哪有无甲家己人斗相共的道理啊？家己人，恁出代志需要文勇哥的时阵，才是家己人啦。我知啦，这嘛算讲是阮家内事啦，拜托者，你敢免小掂一下？我知啦，国家哪讲，文静是我的结拜大兄，伊若需要我斗相共，我即个做结拜小弟的，当然尽量去帮助吧。我拄只就甲文静讲吼，你一定会斗相共的呀。嘿啦，不要，啊，即马我应该安怎做？即马检方那边已经将阿你犯罪除了，而且佫有人证，员工是罪证确凿，所以我认为即马对恁上好的方式，就是认罪协商。认罪协商，唔就是你误罪。咁一定要认罪。恁若是当让法官知影，恁有诚意，而且诚心要悔改，我相信法官应该把恁的刑期判较轻的。判较轻的，也是会去人关啊，啊，敢有其他的办法？文英，我无用叫人去关啦，若叫人去关啊，我就暗地，到时阵我人心没有去啊。文英，假使讲文静若是坚持要去认罪，你敢明替想办法，看嘛有什么方法用脱罪？食安问题真敏感，大家嘛真注意。你若是坚持唔认罪，法官一定会抬价加高，把你的刑期判较重嘞。咁真正无其他办法？我看这届我真正爱叫两日去乖啊啦。文姐，你先别烦恼，好加在你遐料理包。消费者也未吃着，你若有诚意要悔改，我相信法官应该袂甲你判伤重。若是认罪协商是上好的办法，我看我敢若会当安尼啦。文英，多谢啦，免客气啦。好啦，咱来坐。这对阿母总算要得到报应了。这个文静要完全无代志，根本都无可能啊！安尼真好啊！啊，做唔到代志的人吼，本来就应该为伊的行为付出代价嘛。这个伊付出的代价确实真大，唔那是影响商誉，国外勒令停业，甚至国外负责赔偿甲刑期。哼，安尼哦，伊就莫阁孝顺，想要东山再起啊啦！是不是让东山再起，都要看因家己啊。你报到的手续拢办好势啊？嗯，都已办好势啊，我随时都会当准备开始做工课啊。嗯，你的态度真积极，真好。不过你上班之前，我会安排你做之前训练，
我想要你会当对李雪堂更加了解一下。请入来。董事长，啊，你带我来有什么代志啊？我爱你今仔日带市民去公司的每一个部门，去了解运作的状况，啊，搁有嘛去参观咱的工厂。啊，不过伊是行销部的呢，跟我财务部跟我什么关系？我需要你甲我斗三工。你敢会当找领导带伊去啊？领导对咱的工厂唔是遮尔了解，啊，这个代志我想来想去。还是交代你去做，我较放心啦。不要紧啦，其实我会当家己去找其他部门的长官，也够公司的职员来了解公司的情形啊。你敢是公司的一个行销专员，迄公司的长官哪有时间替你做介绍？只要有心，我相信无做不到的代志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？只要面皮厚，无你做袂到的代志哦。我平常时拢有在用夏之雪的茉莉去角质凝霜，所以我的面皮应该袂讲介厚啦。好啊啦，阿平，就算讲你是甲小平斗分担业务，还带市民去参观一下。好啦。我知啊，你放较轻松的好无？以后恁两人就是同事啊，有啥物话好好讲啊。我拄则讲的话，有啥物问题？那邱小姐，我先甲你讲哦，阮是一间经营家的公司，你若是无法度通过第一个月试用期。就表示你根本就不适合这间公司。我真欢喜有人考验我的能力，若是惊考验，那安尼就等于出来底做宅女就好啊。希望你别对我手下留情哦。好啦，恁两个，思敏，这李鸿明哦，伊用讲话拢足直嘞，希望你不会惊到。不要紧啦。无严格的职场要求，都不接触的职场表现，伊若是对我伤过亲切，我是会去互伊吓惊着。你有这个教育真好啦，那安尼，咱即摆就当开始啊。嗯，我已经开始期待啊，希望你有会当好我向你学习的所在。请入来。妈，拄只哦，我爱阿明带市民去公司行行看看，啊，伊两人伫遮搭水果，我看迄个邱市民嘛真巧呢，伊若要离开之前向阿明甜甜笑一下，阿明煞毋知要讲啥物话。啊，恁看起来我错过一条好戏啊。是啊，啊，这两个少年人哦，我希望因两个人会当互相挑战、互相竞争。我相信这对公司嘛是一个正面的影响。妈，拄只我甲大家讨论过啊，即个夏季美妆产品的广告，我想要有海洋来做主视觉。夏天，海边，嗯。这是真好的连结呢，真是好。好，那小弟我要去海边看景，看卖有适合的地点无？好啊，啊你要注意安全呢。我给翕一挂相片，等下我看。我知啦，我先来。
我都要带你参观的是咱公司的研发部，还有业务部，啊，这是行政部甲财务部，财务部阁有分出纳，还有会计。这么基本的问题，你就不能跟我讲啊？既然这么欠薪，我知影，那你话你问我，针对咱公司的财务部，你敢有啥物代志是特别了解？这有过去几年的财务报表。这份不是财务报表，正确讲起来，这份是损益表。一份完整的财务报表应该包含损益表、资产负债表，还有现金流量表，还有股东权益变动表。这我拢知影。那安尼照这份损益表看起来，咱公司2014、2015年，迄损益减这么侪，你敢看得出来问题出在倒？2014年的净利是16亿4,821万5,967元，2015年是16亿3,587万3,357元，两个相差1,634万2,610元。是不够，你也少个百万嘛？您太客气了啦，我国小的时候就是全国的珠算冠军。我将来点把二龟珠算。啊，不过我有听人士在讲，你的头壳内底敢那有内建计算机，你的数理观念遐尼好，是天生的哦。只要甲数理有关的物件，我拢真介意。咱公司的楼梯宽度25公分，伊那平均速度1分20秒，会当背一层楼。甲你介绍一个部门，要开6分钟。我即马要带你去3楼、4楼的7个部门，总共要开43分20秒。算遐尼清楚，只是介绍部门尔，跟我虽然呢分秒必争。我嘛不特别算，就是在数理家己走去我头壳内底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在看物件时阵，都会有数理显示在你旁边给你看哦、喔？166公分，46公斤。我即马就带你去财务部介绍其他同事，让你认识。这是企划部门商品陈列区，所有立翠堂创办以来护肤商品，放一下。海瑟啦，多谢你。你即马是代表咱公司做代志，但是真成功。你是要去何安怎处理这趟？我发现你看任何代志，都想放大镜去检视别人的小错误。啊，你拄则毋是甲副董事长讲，还要对你较严格？当然，我讲会到做会到。那安尼上好。这是咱第一代夏之雪，后来又经过重新包装。啊，不过伊的成分都无改变，伊真正是一个真成功、真完美的产品。夏之雪一直拢是咱丽水堂的明星商品，卖了20几档啊，伊拢是畅销冠军。所以当初研发这产品的人，真正足厉害对不？伊应该真正足希望大家拢会当为夏之雪得到幸福。你敢真正真介意夏之雪？甚至为着伊，想要离开咱公司？因为我是 Jasmine， 我就是夏之雪啊。我想了解夏之雪代表意义。你是不了解我对夏之雪的感情啊？无差啦，非得我嘛无想要知影。即马所有部门我拢带你去参观过啊，剩下生产部门，我会阁带你去现场了解状况。
你在看啥？我是要跟你讲，你穿高跟鞋去工厂，若是跌倒，我袂扶你啊。你放心，我就算穿高跟鞋跑步，你也未必赢得了我。行啦。你早来洗车，不是讲要去工厂？车若是清气，就表示一个人做代志谨慎，会当让人安心吗？而且这礼拜天气预报我拢查过啊，刷落来拢是好天气。你是不是在介意多一个气象主播啊？那么那你对天气遐尼了解？你敢不知即马手机有一个功能，就是你问天气会回答你，根本就无刷看就是。林经理好，你好。看我下面收宅的时候，特别帮你注意。迄地垫照后镜后边，还佮有后窗门的缝隙，请大家特别注意。好，我一定帮你处理好势。艾克，来睡觉。来啊。OK。我跟你讲吼，这位先生的车，你的地垫、后照镜，还佮有后车厢吼。你要把它清理到清清撇撇哦。我知啦，你放心啦。好，给我洗帮你洗车吼。列兵，你想怎？是毋是实在拄只甲你洗车迄个人啊？我哪会感觉自从你看到伊了后，规人拢变啊？我代志你免管，你做你家己。阿平，是的，当初是因为我自私，我甲你放下。今仔我会变成安尼，拢是我家己做得来的。你着当作你无我这个妈妈，你家己要好好照顾家己。虽然文龙人着伫个我身躯边，我煞无法度确定伊的心是毋是嘛伫个我遮。我知影这毋是伊的毋对，若我做是我，嘛一定同款会安尼。刚刚阮三个人一定要安尼搭地落去，安尼阮三个人如果要安怎才会当得到幸福？文龙跟小平真正足速配，因的笑容看起来是遐尼啊甜蜜，又够有默契，唔免开嘴讲话，感性的已经表达一切。看到相片，我就知影恁两个人过去有偌相爱。小平用七年的时间等你。我嘞，我甲文龙的感情，那会比会过恁？是我受伤啊！我一直在尊敬，我继续对文龙好，
阮的感情都没有任何改变，是我把代志想甲太过简单。在阮三个人感情世界里面，那两个是主角，我敢来当算是配角。那两个人是遐尔相知相惜，互相依赖，我才是应该退出的第三者。感情这条路，敢来当两个人行，干呢落去，我已经唔知我是不是有法度继续行落去。虽然这世人无缘做伙，啊，毋过至少我真心相爱过。对我来讲，安尼就有够啊。过去遐，甲你做伙甜蜜的记忆，我会永远记在心肝底，嘛会支持我继续一个人行落去。夏冰，无良，你对我好，伫遮拄着你。你嘛来看海？我是为着公司来的。我感觉这海边仔足水的。阮公司夏季美妆产品要用海边仔做主视觉，我来遮看景。这个海边确实真水的。我嘛是拄好经过遮上课，所以来遮看看。看小平拄遮一个人狂心狂心踮啊看海，伊一定是想起过去我伫遮要甲伊发生过的代志。分流上会，免得有可能送到海边遐来。刚刚是因为这有我甲伊共同的回忆，伊才专工做来遮看海。这个所在也是甲较早同款，拢无变。你敢会记得你捌伫迄只波浪水？
什么？我到无论去第二家，都好拄着，是就好的。是啊，这真正是一个巧合。我唔知想要这么拄好，小平嘛出现家。我知影，一定是恁我都把对方放袂记，啊，不过佫无愿意伤害我，所以才不约而同走来正思念对方，这个证明恁真有默契。你唔当我白想，我甲小平真正结束。我不怀疑，我知恁两个人拢是好人，无可能做对不起我的事。只是讲人的真心是无法度安看的，更加无法度欺骗家己。就算恁两个人想尽办法想要切断关系，也是无法度控制心内上真实的感情。真美，你莫误会，我甲文龙已经无交叉啊。我无误会，我有讲过，我相信你，相信你不是条件要欺骗我，是我在欺骗我自己。我假做什么代志拢无发生，骗我自己，文龙转来我的身躯边，但不过事实证明。不是我想要骗我自己相信，得当相信。真美，文龙，这段时间你辛苦，因为我爱你，关心你，所以我当了解这段时间，你过得我不快乐。你也是我的，那你跟小平这段关系怎么样？因为这段感情对您来讲，我参详细了解关系了解。以前我总是了准讲我真大方，就算文龙在我的面头前提起小婷这个名，我也当无计较，袂吃醋。但不过今麦我才了解，我不是安尼，原来我是一个。真无安全感的人，文龙若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就会听准讲伊是毋是走去找你，伊的心是毋是搁袂去你遐？所以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做。真美，真是的。我唔知我自己伫这段时间，有你这么大的无安全感，我真正对你真实的。啊，不过老实甲你承认，我确实无得完全甲小平放袂记的，因为有当时啊，我也是会想起我甲伊迄段过去。文龙，小平不要紧，文龙只是讲出伊的心情，我袂怪文龙，应该袂怪。我知恁两个人是遐尔痛苦甲无奈，原本恁的感情就是恁两个人牵手做伙行。所以有一挂意外，让两个人的感情世界变成啥？我知影感情是我都勉强，所以我无想要搁勉强文龙爱我，我嘛无想要勉强我家己继续忍耐落去。文龙。趁即摆咱三个人拢伫个，就把代志看清楚。我
小平，我再想过钱。真美，你是在黑白讲啥？我娘已经选择要跟你做伙啊，敢不是？而且，是安怎是咱两个互伊选？刚刚我就袂当做选择，你当然嘛应做选择。不过小平，你敢有法度确定你对文龙无感情啊？你若是有法度选，你敢真正愿意离开文龙？我愿意。我早就讲过啊，只要你会当给文龙上大的幸福，另外一份爱，做伙去爱伊，我愿意替你。你愿意？那不过我冇自尊。文龙爱的人那是你，伊那是因为这日飞伫我的身躯边，安尼这种感情我甘愿无爱。真美，文龙，小平，拄才我讲的拢是我的真心话，我真正无希望咱三个人继续搭底落去，我大家拢遐尼痛苦。我若是退出，会当让代志圆满。安尼，我真愿意成全，我一定真心祝福。我要等来去创啥？我拄则甲话讲甲真清楚。真美，你听我讲好无？你听我讲，我不怪你，真正无。我原本廖尊讲，咱只是需要时间冷静落来，好好想清楚。也毋过事实证明，是我想了太过简单。真美，文龙，虽然这段日子，你也是选择陪在我的身躯边，也不过我知影你的心是完全属于我的，我会当了解你的为难，也因为安尼，让我更加痛苦。我甲别查某囡仔拢同款，我需要的是一份单纯。唯一的爱，那这份爱要甲别人讲假，我甘愿无爱，安尼对我对小平拢无公平，对你来讲，我只是零点甲七百，敢不是？真美，我爱你，我是用我的生命在爱你，我希望我给你的爱是幸福甲快乐。不是寂寞和痛苦。当初我选择跟小平哥话的代志，跟你讲，我早就有感悟。
真正爱，不是占有。真正爱，是希望对方过了比我更加好，更加幸福。你先听我讲好不好？文龙，我煞烦恼啊，我煞惊我艰苦，感情是不用试试。你若是勉强家己跟我做伙，等到让我感觉我家己足可怜。就算今麦我跟你分开，我会艰苦，这嘛是一时。只要你跟小皮过了幸福，我一定为恁做好，替恁欢喜。德美，你是在学白讲啥？郭文良，你给我听清楚哦，就算讲是天崩落来，拢不准你离开阮真美。你唔通袂记你进前是安怎给我救出来？啊！你若是敢反悔，我绝对让你后半世人无好日子通过。爸，莫安尼威胁文龙好不好？我哪有威胁你？这话拢是伊家己讲的，我敢若是甲提醒一下尔。就是讲啊，大小姐，伊讲你赢娶的时阵，阮拢嘛亲耳刚听到啊。那是郭文龙伊家己讲的呢，伊讲伊会比当然对你搁较好。啊，即卖才偌久尔，啊哪会当安尼化变卦就变卦啦？无变卦，是我家己要退出。无喏，大小姐，啊你竟然对郭文龙的感情是遐尼深遐尼重，硬讲是爱着较惨死。啊！结果你即马说向阳讲你要退出，啊，搁要祝福你的情敌，大小姐，啊，你是唔通为着顾面子才讲好听话呢？啊，半暝才闭伫面会哭。诺啦诺啦，大小姐，啊，有当的吼，互你做靠山，你是千万袂当放弃啦。啊，人咧讲吼，戏白卡，行久就是你的啊。啊，而且闹迄啰到厝的肥肉，你搁等出去哦，别人才会道理啦。虽然好笑的比如不得不亲，也唔过，伊讲了嘛有道理啊。你甲郭文良的婚礼办一半呢，你哪会用把你的未婚夫送给别人啦？爸，感情是无多勉强的，就参像你甲妈妈同款啊。遐尼侪年来，拢是过着有名无实的婚姻，你敢袂快乐？你敢有幸福？我甲文龙嘛同款。就算文龙负起责任，踮伫我身躯边，伊爱的人也毋是我，安尼阮两个人拢袂快乐。真美，你爸，我拜托你，莫阁逼文龙甲我结婚啦，好无？强曼的规矩袂甜，强求的姻缘袂易，一个好山西的人尔。最后，大家拢会阿个当哥哥，只有我退出，我拢甲小平才会当幸福。只要恁幸福，我咪感觉就快乐啊！你是多得快乐，我看你艰苦到安尼啊呢。好啊，你咪阁讲啊，我来问你，郭文良，我问你。你敢真正一方面要跟阮真美做伙，一方面你阁要想方小平，啊？你敢真正是要双脚踏双船？我嘛唔知要哪讲。到这个时阵，你阁讲你唔知啊？你根本就是三心两意，心头抓无定嘛！你真正是哦。唉，啊无彩吼，阮本来要将你当作姓侯男人来代表，啊结果你即卖咧。说孝顺要享受其人之福，你安尼吼，真正害阮哦足心酸的啦，无啦是足失望的啦。哎，郭不良，你对阮大小姐的爱情这么三心两意，无采阮党的无计较一切，对心肝同意恁的婚书，啊，结果你真正可恶啦。讲煞话啊，恁是有啥物资格怪文龙？文龙就是无情无义，你才会感觉为难痛苦。我无怪伊，
我嘛不准任何人怪伊。真美，那你咧？你是遐尔介意高文良，甚至连你家己的性命拢会用无爱？你若是主动退出，敢讲你就袂痛苦啊？是？我当然蛮痛苦，啊，不过我更加无希望，看到我爱的人痛苦。文龙，在我的身躯边，伊的心无伫的，我管伊的人要创啥？我不如放手，给大家自由。安尼文龙也会感谢我。后尾到尾啊，怪我把伊拔掉掉，来怨叹我。对啦，这明仔讲嘛是有道理。人讲吼，甘愿打仗卖菜嘛，不爱跟人公家红菜。我李三六个查某囝。甘愿留喺厝内为做老五婆，嘛不爱话你嫁出去了，伊受着委屈。各位了，我即马给你两个选择，一个就是你即马随甲阮真美结婚，以后不准你去甲方小平有任何联络。第二，即马你来甲阮真美分手，阮放你自由，以后不准你去甲阮真美哥哥钱。要安怎选择？你家己好好想看卖咧。敢会当我淡薄时间，等我认真想清楚。这是你送我的求婚戒指，我今麦献给你。明仔下晡五点钟前，我伫车站等你。你会当选择甲手机砸烂，替我重新挂起。当然，你嘛会当选择卖出。安尼我就知你意思。不然，莫说讲露着我的感受。你今麦只好面对你是什么？我想出你的答案是啥？那做出选择，唔通后悔。管你的选择是啥，我拢会接受。爱只是无恁就好。郭文良啊，你着做你去甲方小平做伙，哦，世间的查甫人唔干你一个尔，阮真美凊彩嫁哦，条件拢比你较好千百倍咧啦。是讲郭文良啊，啊，阮当下个大小姐对你遮尔好着呢，啊，若较舒服，你真正去选择迄个方小平哦，你着真正目睭叫喇叭搞着啊啦，实在是有够超过的。拜托你莫阁讲啊，我甲文良交往拢是真心的。不管伊最后做出啥物决定，我拢无遗憾。我即摆心情真正够乱的，我嘛毋知影要甲你讲啥好。不要紧，
你无选择这个时阵做出决定，你当去好好想清楚，明仔下晡五点进城，我等你的答案。姊妹，姑娘，你搁想要怎呢？阮姊妹话已经讲啊真清楚啊，你家己等于想好清楚了，决定了后再过来讲。好，伫这进前，希望你别再来教育阮姊妹啊。哎呦，好姊妹，上去。哦。卡叔公，我是讲卡叔公啊，啊，高文龙真正选择小平，那呢？你的意思是讲方小平比阮真美较好了对啊？无啦，当然啊，啊，不过你敢唔捌听过人咧讲有钱也秘密哦？嗯，我相信高文龙伊家己有目睭啦，伊知影要怎选择才对，哦。你出这么多秋露菜哦，够香的啦！好香的哦！哎，咱问你哦，你等下跟咱吃这团圆饭哦，吼，大家足欢喜，啊，尤其是阿面君啊啦，上欢喜的啦！对啊，真可惜啦！啊哦，啊，都会降挂样啦，遐无吼，伊嘛是一定足欢喜的，你咧？对啊，啊，你大家哦，今日听小朋友，啊，但系我这做老爸吼，对家己安尼袂得过这。个大你才知哦，之前不是一直伫个咧苛刻，讲叫你做人唔安尼固执，唔爱听。对啊，恁爸囝吼，那当化解这心结哦，啥物都拢总好，那个足欢喜的。哎，你感情好，现在做遐事情做好无用啦。行阿叔，哎呀，哇，你即马开始要好命嘞吼，一寡歹代志哦，拢过去啊，拢过去啊。不是干阿阮好命啦，咱大家拢好命。对了。行啊，啊，无你带小姐来去内面看有啥物所在爱斗三工的。哦，阿明哥，恁坐一点。没，啊，你对不起啊，吼，我咧等不了。不要紧，来，我恁两兄弟啊，这么感情这么好，我心肝头都拢开去啊。五阳哥，告诉我。在外口，行遐侪冤枉路，即马总算是行到厝啊！这些历代祖先留落来，是要教示咱各家子孙，不能好子孙啊！今仔日我唔去教我了，要好我甲你处理。卖生气，小杰阿好啊啦，是文勇唔对，何人拍这应该啊。阿妈，欢迎大家来参加阮的婚礼。好啊，欢迎大家来哦。恭喜恁呢！开车去弄死恁丈人，想要杀恁袂叫，恁两个做些歹心地的代志，是安怎？妈，是的，是我不对，不是你，不是你对，
我无应该给你洗落，搁这么用心地栽培你，希望有一天你会当出头天。所想不到，我你变成一个无血无目屎的精神。让你变成一个杀人的凶手，是我的不对，我的不对，是我的不对。妈，小姐，小姐，姐姐姐姐姐，我什么代志？你卖给我！爹，爹，爹，滚一边！妈，谁？妈，妈，妈，妈。想袂到，进前发生遐侪代志，即摆还阁有机会，会通我搭你来这家。因为你已经甲过去完全无共啊啦。你讲了无唔对，过去的我已经死啊，即摆我已经是全新的高文扬，以后我绝对袂做出下国家民主的代志。也够哄爸妈来失望了。我姐，阿玲真好，真好。阿妈，做你放心啦，李文阳哥完全恢复正常哦，我随时拢是伊的目睭啦。多谢呢，多谢。姐啦，阿红，你今日甲阮文阳斗三工，唔知要安怎甲你说多谢。铁工啊，内底吼，你这么用心在照顾文扬，在保护伊，你真正吼是阮的大温情人。啊，对啦，有志啦，我也足多谢的，你安尼甲阮斗相共，来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啊，对啦，对啦，敬你，来来来，多谢。有志啦，有志，来喝杯啊，好吧。来来来，我嘛敬你啦。多谢多谢多谢。恁大家别这么客气啦，其实哦，我对李文扬哥辛苦比，嘛获得真侪正面能量啊。哦，顶多是我要感谢伊，给我这个机会，会当重新学习做人做事的态度。啊，那是安尼哦，在文扬的目睭恢复正常，还够麻烦你哦。无问题啦。哦，好，无问题啊，来来来，安尼我再次，我甲你感谢，我甲你敬出来啊。我敬你才对啦。哎，不用啦，我看你等下哦，到老外卖回去啊。我甲恁爸爸哦，真久无甲你开讲啊呢，你归去搬回来啦，好不？啊，对啦，不用啊，听恁妈妈的话，搬回来，卖阁麻烦我姐啦，嗯？袂啦，袂麻烦啦。啊，爸妈，我知影恁真希望我会当回来，也毋过我即马暂时伫看水台遐食头路。你是住伫伊遐较方便啊？哎呦，不过你逐工住伫饭店，遐嘛毋是办法啊，也无人给你照顾啊。没啦，饭店足舒适，够方便，逐工有人替我洗衫、摒扫咧，我家己嘛会晓照顾我家己啊。啊，恁都唔知影，看水大，定临时来找我讲代志，我住伫伊遐，较袂去甲恁吵着啦。我看暂时就先安尼好吧。哦，是讲，文良讲的嘛真有道理啊。啊，进前文良哦，嘛是为了工课这個关系吼，啊，伊嘛是搬出，伊嘛是讲安尼较方便，哎，对。我看安尼啦，文良既然佮是安尼讲啊吼，就决定安尼咱边边讲哩，啊。多谢阿妈。兄，哎，文良啊，看到你即卖咧吼啊，这么友好。看到足感动的啦，想这人哦，做唔到代志哦，这影响拢会啦。啊，上个重要哦，爱知好悔改。啊，无亲像阮文静啊，啊实在。阿姐，文静哦，有事底下来找我，爱我甲斗相共的。啥？啊，这个唔食囝，还佫海边去找你哦？好，我有影下死下急啦，哎。过来，喂，不用啊。阿弟，敢有予伊什么建议的哦？检方那边已经掌握了文静犯罪证据啊，所以文静若要完全无代志是无可能的。所以我建议文静都要认罪协商。好佳哉，遐个料理包啊，也袂予消费者吃着。所以我咧想，
我看应该有可能重新酿成啊。这料理包是要有人吃，这歹势的代志，伊安尼做会出来？好，上好这法官哦，甲判较重的，我绝对袂同情伊。明君啊，你嘛唔通安尼讲啊！文臣啊，已经受到惩罚了呢。啊，是讲文臣阿妈无为着要趁钱做种代志，哎呀，嘛唔知要安怎甲救啊！阿嫂，免。唔免想要甲救，这是伊家己做得来啊！后生是你的啦，啊！啊，囡仔若做唔到代志，你敢当免管伊心？你著甲迄个嘴硬啦，心肝是肉做的呢，啊！伊若做唔到，你也无管伊，伊拢白差的啦，你骗你家己啦！应该若唔对，咱来关心你，爱管你，这拢要做个够。好啊，好啦，我知。文娘哦，喊你回来吃饭，咱卖讲这啦，讲一寡较欢喜的代志啦，吼。对啦。来，来，来，阿妈，不要紧，哎，不要。文娘，老哥，不要，你回来。文娘来了，这你坐位吃了哦。文娘，我想你这无闲，我唔能无卡着，叫你当食饭啊。无紧啦，恁食就好啊。我想啊，你今下午走转来，啊是有啥物代志哦？哎呦，那啥物代志？我叫伊转来，我讲哦，文娘今要转来坐食饭，叫伊转来甲庆祝伊就是成功。好。这样这当然是。来来来，这样，没有。同意哦，同意。不了，多谢嘞。这个那不是你跟小平搞倒啥讲？我的眼角膜移植手术，不可能让你顺利成功哎。是啦，文良啊，就多谢你呢。对啦，文良啊，多谢你倒啥讲？啊，那无文良的手术，那有可能让你顺利的？没啦，文良当赶紧好，较重要啦。我一定会啦。是讲哦，我应该甲小平哦，好好说一下多谢的。文娘啊，你敢知影小平最近好无？真好，真好啊！对啊，啊我今仔哦较无闲啊，有真侪代志要处理，我先倒来房间，啊恁大家偷偷食哦，偷偷食，过来。阿叔，来来来，加班。哦，来来来，加班。这里哦。嗯。我今晚心情真要搞乱嘞。我们这样要来讲讲。你等给好我休息走。明仔下晡五点进城，我等你答案。怎么样？真你暗了，你都唔当起好困。哎，爸爸未放心你一个人伫遮啦，来，饮只小茶咧。无代志啦，你放心。啊，时间无早，你先倒去好困。怎么样？爸爸知影你对文良哦感情放外深，你无需要骗爸爸啦。爸。怎么样？爸爸看到你把手指剥落来，还有文良。爱文娘做出选择，爸爸看了实在做唔甘的呢。也毋过，会用看到你做出这款的决定，真正是足无简单的。你真勇敢，爸爸感觉真骄傲。我一点我拢无勇敢，虽然我叫文娘做选择。
还佫讲，就算伊选择小平，我嘛袂要紧。其实拢是口是心非。我今仔就希望文龙会当老爹我辛苦比。唉，这我知影啦。若是要把家己心爱的人白白送予别人，那袂输伫身躯挂一块肉，同款遐尼啊疼。是啊，不管我偌疼，我嘛一定会忍落来。我甲文龙若阁继续安尼行落去，我拢袂有幸福。姐妹啊，爸爸问你，那是文龙最后选择的人是小平，你是要安怎嘞？我拄则不是讲啊，真心祝福伊。感情本来就是欢喜感恩，就算最后我会伤心，会艰苦，我嘛一定会勇敢坚强去面对。你真正是够戆的呢！看你安尼哦，爸爸是足唔甘的啦。我戆嘛是你生啊，对吧？哼！哎，这个爱乖乖正心过好啊，这也是你这个这么善良的查某囝。迄个高文良啊，伊若是有够巧，应该听有我拄则所讲的话。假使伊若真正遐尼白目，去选方小平哦，我绝对会伊一世人的后悔。你搁来啊！你若真正安尼做，我都不爱睬你啊。哎，真美啊！敢讲你爱爸爸安尼目睭金金看你受委屈，啊，煞啥拢袂去做，啊，这我做袂到啦。爸，你若真正爱我，要尊重我的决定啊！不管文龙最后选择是小平还是我，你拢爱跟我同款，选择接受。嗯，敢讲你爱我，看你心疼嘛，跟你做伙疼哟啦。我的心情就足复杂的，我真惊文龙会选择小平，不过我阁希望文龙会当幸福。啊，好啦，真美。无论文龙最后伊选择是啥，爸爸永远支持你，做你永远的靠山，你免惊，好。有爸爸陪在我的身躯边，我拢袂惊。嗯。袂用做全世界上幸福的新娘，我嘛会当做全世界上幸福的查某囝，对吗？要，安尼你要答应爸爸。以后吼，袂用安尼由头到面，吼，爱逐工安尼笑眯眯，爸爸才袂替你烦恼。安尼我才用做一个上幸福的爸爸，对无？对。还唔着对？哎，你会当给文龙上大的幸福，另外这份爱，做伙去爱伊，我愿意替你。你愿意？要不讲我冒自尊。文龙爱的人也是你，伊若是因为这日陪在我的身躯边，那你这种感情我甘愿无爱。真美，文龙，小平，拄才我讲的拢是我的真心话，我真正无希望咱三个人继续搭跌落去，我大家拢在痛苦。真美，阿姐，
你进来啊。啊，你是伫看啥？今日看一个相片啊。啊，敢是相片起来无够好？